下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唐诗三百首的典范意义。唐诗三百首选诗虽然不多，只有300多首，但是呢它是纵体皆备的，它每一种题材都是选取非常典范的这个诗作，很有经典性。这在我们以前讲的选诗标准啊，诗学思想里面也都有所表现。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选取一个例子再说明一下，比如说古风这一类的诗歌，中唐的诗人里面他选取了白居易的经典名篇《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所注重的中唐时候最有典型意义的这个诗作，因为这两首诗都是弱丽的古风，弱丽的古风在古诗里面兼容律诗的特点，这也体现了中唐诗歌与盛唐诗歌的一种变化，就是是白居易自己所说的原诗道原和体变心，这是他的一种诗学观念的一种表达。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举一位权威学者对这首诗有关典范的分析，这就是王立先生的汉语诗力学。他说《长恨歌》全诗120句，弱丽者70句，四丽者20句，仿古者20句，凹年者37句，凹对者8句，一韵4句者23处，2句者6处，8句者2处，平仄相间者25处，以平韵成平韵者2处，以仄韵成平韵者3处。那么这样一种古风融律诗的一种规律，到中唐时候，特别是到白居易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非常典范的、非常规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个事例可以说明的他在选诗方面的典范意义。当然我们前面所讲的唐诗三百首的选诗标准，唐诗三百首的诗学思想都包含着典范意义这样的。第二个方面典范意义呢，我想讲一个评点的典范，评点典范。前面讲的选诗，除了选诗以外呢，唐诗三百首还有3个方面值得重视的，一个是注释，一个是圈点，一个是评点。先简单说一下注释，因为申朱编了唐诗三百首以后呢，他做了非常简单的注释，是以注释为主的，文字比较少，因为古人注释啊，跟我们现在注释不一样，他注释的往往注意比较少。那么到我们现在看呢，因为太少了，文字太少了，注释这一块呢对我们的学习意义已经不大了。圈点，古人读书他是喜欢圈点的，就是说在重要的文字名句旁边他加上圈和加上点，有的一句诗比如说一个好字加2个圈加2个点，有的一句诗7个字都加上圈，这样呢是一种圈点的批评，是这样。我们现在说好的还可以，比如这个人人格比较好，我们说他可圈可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我们的
排印的书，签字排印的书，还有现在印的《唐诗三百首》等等，这些书已经没有圈点了，所以呢，对我们阅读意义呢，相对也不是太大。所以这里重点讲的典范意义是在于评点。《唐诗三百首》啊，它在每一首诗的旁边有一些很少的文字来评点诗篇的，尽管文字比较少，但是这些评点很有启发意义。我在这里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第一个例子，李白的诗歌《月下独坐》。《月下独坐》诗其中有两句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两句，孙朱呢做了这样的评点。他说：“题本独坐，诗篇换错三人，月影半说，反复推刊，余见其独。”他为了表现独和三进行对比，是一和都的进行对比的。通过这样的点评，把李白的诗歌的那种精髓啊，那种独到之处啊，那种孤独啊，都表现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再举一首诗，杜牧的《秋夕》。这首《秋夕》呢，他这样说：“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炉小扇拍流萤。天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孙朱是这么评点的。他说：“沉沉不景是一幅着色山水画，只坐看二字，斗出情思，便通身灵动。”那么他这里面特别点出了坐看两个字，他把诗言点出来了。前面讲沉沉不景是写景的，但是通过坐看呢，把情点出来了，这样就情景交融的这个特点通过这几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动的方面表现了。这是这一首。我们再举一首元稹的《遣悲怀》三首。《遣悲怀》它是悼亡诗，悼亡诗啊。这悼亡诗呢，它三首这样。孙朱这么一个评点，他说：“古今悼亡诗冲动，这个冲动就汗流冲动那个冲动，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都知。”勿以浅近护之。我们知道元稹的诗歌它比较浅显，比较通俗的，容易觉得它浅显被放过。他在这里面，孙朱在这里面这个评价呢，他点出了这三首诗的价值和这三首诗的地位，也点出了这三首诗的特点。只有这两三句话，这样的评点非常的精到。那么孙朱呢，在这个评点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是非常言简意赅的，用的文字非常少，有的在一句诗的旁边只点了一个文，或者写了一个字见这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你指出读诗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举前人的一个评价来说明一下。这个人就是为《唐诗三百首》做注疏的张宪。他在《唐诗三百首》注疏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评价孙朱的评点的。他说：“以文、见、山、水等字指点初学，颇具苦心。”他是用心良苦的。“其选诗大意，巨见旁注，一幅耀眼不凡。
这个四个字很重要，就是孙朱的评点既耀眼不凡，我们说呢也非常的切中恳请，击中要害的。我们在读唐诗三百首的时候，他的评点很具有典范意义，切不要放过。